我是来自中国，来自我们太和一集团的建前商学院的文化公司。那么我们的工作是传播教育培训以及对外的这种商学院的整个的系统构建。那么王超老师曾在这个国内，在很多的一些营销和服务型的企业来担任培训讲师。那么我本人也是由于在几年前被我们的水不湿的文化，被我们这款好水震撼了我，所以加入到我们的公司。那么在加入公司之前，我们是太和斯健康水仪的忠实粉丝和爱用者。因为本人曾服务的一些保健品的企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对于健康的营养食品所以说我是北大的高级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级，和我本人家族也是中医世家，王超老师又是中西医社区医疗的家族传承，那我可能应该是进入到医疗口。但是我个人更爱健康，我不喜欢疾病之后的治疗，我喜欢在防胃病治胃病之前的健康保养。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治胃病的路上，它的使命、它的价值，以及我觉得更对我人生的价值更有意义。所以我去进修了营养学，健康管理师，从身心健康管理方面，希望能够提供给自己、家人以及身边更多的人健康的指导方案。所以在这样的话，有一些丰富的经验。我们说健康的身心，所以离不开两点，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健康。所以说建前商学院太和一集团，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它能够把握到三大核心，所以能够心怀善念，从企业建立这家企业，从创始人就心怀着善念，在建立整个集团构建，从产品，从文化输出，从经营理念来讲，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都非常非常的吸引我，也是在几年之后，在受益于产品之后，那么我依然加入到企业然后成为商学院的一名培训讲师。所以在这里的话，也非常的感恩集团公司，感恩这样的一家伟大的公司。所以由于他的理念，由于他的定位非常的正确。好，请线上的家人，那么不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把语音关掉好不好？我们也希望那个金姐来辅助我，将一些不需要发言的一些老师将他们做静音，好吧？好的好的好的。Yeah,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You might have got Morrison who saved him a pre-selection, but he's the third Liberal Prime Minister that he's dated because he was also saved. OK, 那么被这家企业文化深深的吸引，那在此的话，我真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太和一集团这样的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在建立整个集团公司化的过程当中，定位很准确，它去倡导身体富足、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足三大板块为核心，来去构建了整个企业，从产品运营到服务。到赋能，到整个的与他的合作伙伴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它不光是带给我们身体的富足，身体的富足就是我们的太赫兹健康水仪系列能够提供给我们健康的身心，提供给我们这样的好水，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解除我们的更多身体层面受限于身体层面的一些疾病的困扰。所以呢，它能够给我们身体上的富足和健康，只有有健康的躯体，我们的身体才可谓称得上是健康。那么现在很多人带病生存，甚至有一些这个被疾病困扰，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比如说糖尿病到了中后期，比如说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到了中后期，事实上无药可医，但是还考虑效果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影响了我们的生命质量。好的，是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生命质量。所以太和兹健康水仪包括集团公司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免除天下疾苦，来去用好水来解决人体健康的80%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
它的产品的定位，它的需求点是利于众生，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第二个，它满足人们的物质的富足。物质的富足来源什么？我们只要有了更多的物质富足，人们才能够去履行自己的责任，比如说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责任，甚至乃至于未来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能够去做一些善行善举，能够做一些利他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我们要有基础，有物质的基础，那么只有有了物质的基础，才能够让我们精神富足。所以的物质的基础就来源于我们感召天下更多的善心者加入我们，加入水布施的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去送好水，行善举。我们的好水只要有效果，就能产生效益，让更多的人形成粉丝效应，成为我们水的爱用者、消费者，成为消费商，来去推广我们的事业。那么公司会给我们一些会给我们以资鼓励啊，会有一整套的合伙人的奖励机制来去推动我们发展事业，帮助到更多的家庭。我们才有了在短短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内，在全球30几个国家，我们的好的产品能够服务于全球更多的家庭的健康。所以说，在给了我们身体富足的物质富足的前提下，能够满足我们精神的富足。所以人的一生，我们追求了很多，到最后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所以精神的富足是这个集团最伟大的创举。那么很多的一些受限于贫穷、受限于身体疾病、受限于精神贫瘠的人们，从加入了我们水布施大家庭，找到了目标，找到了人生方向，实现了自己很多过去不能实现的理想，个人和谐了，家庭和谐了，以及与身边的关系和谐了，所以自然而然的精神富足了。所以精神富足是这个人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终极的追求，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的圆满富足起来。我们说一个人健康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全家人健康才会幸福，我们能够帮助更多人健康，我们的人生才更有价值。一个人有财富，那么我们很多人还是贫瘠的，我们活在 自乐独乐的精神世界当中，也依然不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当我们能帮助更多人幸福富足，帮助更多的人创造财富和价值，显然我们自身会更有价值。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助人助己的事业，公司从创立平台之初就奠定好了我们的文化基础和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事业是当下21世纪最利于人们去选择的最优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为什么这样说？一个平台很多时候它能够满足你的物质富足，因为现在逐利的企业、逐利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随波逐流，就像某某一些项目炒一波、割一波韭菜啊。然后呢，现金流的游戏的企业也非常非常的多。显然，这些事情是不利于长久发展的。那么，一个公司迅速的发展起来，可能在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内就销声匿迹。而像我们的这样的集团公司，由于它发心是对的，所以它能够稳步的发展。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去像用各种营销手段，用各种的一些商业模式来去推动。我们真正的自主利他是能够吸引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们，牵手我们。只要他能够坚持1到2年。那么我们相信在这1到2年不光是收获了健康，他的财富也会稳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跟我们平台1年以后的消费商，他们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人生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开始从小康进入到富足的阶段，再进入到帮助更多人富足的阶段。所以说接下来我希望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好好的去聆听我们这样一家伟大的集团，这样的一家具备有实力的集团公司，所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板块，以及了解到我们的合伙人的商业的激励机制，让你能够轻松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创业，能够带动家族去创业，来带动更多的没有条件、没有口才、没有能力、没有社会资源的人跟我们一起牵手
所以说，那么我们的文化板块就是心怀，我们的文化板块来支持的就是心怀善念的人，来去多行善事，才能够获得幸福和健康财富的本质。好，帮我翻一下 PPT。我们来去看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我们不是以产品为营销工具，为营销手段，而是以文化来去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创建水布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组织，用善行与健康的紧密的关系来去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来去推动更多的人透过送好水、行善举、积累福德，最后改变我们的健康，来去收获更多的财富。那么这个数据不是我们来去说的，而是经过了调查。帮我再翻三页，可以翻到我所讲的这一页。我们来去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去做善行，因为善行跟我们的健康秘密相关。我们首先想要获得健康，就是一定要多行善事。美国密西根大学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对2700多人进行14年的跟踪研究，结果他的课题是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这是一个调查的课题组。结果呢，调查显示这14年的追踪显示下来，数据就是说多行善事有利于人体的健康和长寿。相反，如果心怀善意的人、损人利己的人和他人相处不融洽的人，死亡率会比正常人高出 1.5到2倍，而且尤其是男性啊。为什么是男性啊？因为女性有很多排毒的通道，而男性由于他的这种生理的特点包括社会的这种压力，所以男性在于这个排毒的能力排毒的渠道更少，所以男性的死亡率如果心怀恶念的情况下，死亡率要比女性要高出2倍。那么科学数据又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是行善可以利于长寿、利于健康？因为行善从我的角度来讲，乐于助人可以激发人们对他的友爱感激之情，而且呢，他获得内心的温暖，会缓解了他的心理焦虑所以从免疫系统来去看呢，如果说他能够免除焦虑的情况下，精神得到放松的情况下，常常行善绝对是有利于人体的免疫系统的提升，能够有利于调节人体的身心合二为一，有利于健康长寿。所以很多人并不清楚，事实上当我们能够心怀善念，多行善事，才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收获健康和财富的根本。所以我们倡导水布施的文化，施好水，行善举，因为不施好水来去获得，来去做行善的这种方式是非常简单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集团公司有这么多的产品，我们首推的爆品就是我们太和记健康水仪。因为我们的水仪，我们水仪生产，我们的水仪制作出来的太和记健康好水可以有非常好的功效，而且行善的成本，利他的成本很低，用户的体验感受呢又很好，能够改善它的效果又非常的明显。所以有了效果，人们才会接受我们的善举，才会对你行善的方式怀有感激回馈的之情，所以才能够真正的让行善的人有动力继续的行善下去。所以我们的产品有效果，必然会有效益，这种效益能够推动行善的人更愿意去积极的推动这个事业。所以任何事业，我们说做善事的有很多，可是我们很难一个人行善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行善。为什么？因为行善的门槛太高。所以在中国的首富比如说马云曾经讲过，如果说行善的前提下，我们是助恶的滋养了更多人的贪心和恶念，这样的善举是不利于长久的发展下去。所以说我们的善举规避了很多人性的贪婪，我们的布施好水，我们的水布施的理念是真正的从内心激发每一个人的善念、善行、善举，所以让他心甘情愿，让他
发自内心的去回馈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大家越听越能够感觉到为什么我们首选去送好水行善举。好的，由于我们的善行文化成本很低，效果很突出，有效果人们才愿意去坚持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全球来自于30多个国家上万的善行者都在始终如一的再去坚持着送好水行善举。我们秉承利他的精神，践行舍得的智慧，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感召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全球水不湿的家人有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看到不同，我们不分国籍，不分国界，我们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大家都有一颗善心善念，有一颗爱心，愿意加入进来。因为只有真正帮助到他人健康，帮助到他人收获一份喜悦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们奉献的爱心越多，我们帮助的人更多，回馈到我们自身的能量，回馈到我们自身的财富健康就会更多，人们对你的感激之情也能够激发你的免疫系统。所以说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水博士，他叫做江本胜，他曾经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水进行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当我们向水去投放爱与感恩与这种善念的时候，我们的水的结晶都是很美丽的。与此同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共振原理，我们所投射出去的所有的信息，这个宇宙是有能量的，水是最能够去接收这样的信息和能量。当它接受的这个信息和能量，就会产生不同的共振频率。那么水的频率的话，这种频率在人体最容易接受的范围之内，当你去喝了这样的水，当你去接受了这样的水，那么水投射给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正面的。相信当你长期饮用这样的水，一定也会身心健康。那么这个全部都是有科学实力的。所以说我们送出去的每一个水，是由于我们的水不湿的家人投射的每一颗爱心，每一颗善念，我们喝了这样的利于身体细胞更容易吸收的健康好水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满满的爱与能量。所以说全球的水不湿都在用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加入水不湿的大家庭，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喝上这样的好水。在此的话，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送水。我们的集团这么多的产品，我们为什么要首推水？因为水是最利，它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人体由60兆亿的细胞构成，很神奇，我们每一分钟都会死亡掉几千上万的细胞，每一分钟都会在更新再生很多的细胞。我们是一眨眼之间，我们的生命就会被重启一次，因为我们细胞在更新替代。好，那么60兆亿的细胞会分为什么？我们简单的剖析，60兆亿细胞只分为什么？干物质和湿物质。我们的湿物质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人体70%由水构成，很神奇，我们的人体70%由水构成啊。我们的血液当中流了90%，我们流动的90%都是水，我们的血液是水。我们的消化液90%都是水啊，包括我们的体液，我们的肌肉关节，我们的骨骼当中都会，我们的骨骼都会有2%到10%的水分。骨骼的这种骨骼当中，包括我们的关节与关节之间，还有这种润滑液。很多人像一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都是干嘛？它的润滑液变少了，关节与关节之间的摩擦、软骨、胶原组织流失了，所以呢，骨骼之间的这种摩擦呢严重了之后，骨骼变形，那么容易生骨质增生。实际上我们人体70%的水分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器官当中，所以人体不能离开水。那么其中人体一半是水，另一半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干物质。
干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一系列生命的基本的七大营养素，水、矿物质、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等等。我们人体就分为干物质和湿物质。如果你的 70% 的湿物质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水液循环出现了问题，那你的干物质再多，它需要靠水去干嘛？去帮它去运输，帮它去吸收，帮它去代谢。如果循环代谢系统出现了问题，人的细胞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细胞出现了阻滞，出现了障碍，我们的新陈代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吸收能力出现了问题，一定会干嘛？六十兆一细胞系统、代谢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就继而影响到我们的脏器、我们的肝胆脾胃肾、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胰脏等等，器官出现了问题，组织出现了问题，细胞出现了问题，我们各种疾病就找上我们身体，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哮喘、癌症。所以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我们身体的水液、体液不健康，我们的身体的生命质量、我们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很多患有一些亚健康代谢性疾病的人，他并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用西医的手段去做一些检测，那我们的指标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指标超标就界定你是这样的疾病，你的指标不超标你就不属于这类疾病。但是你的身体已经有了症状，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舒服的状态，可是医院不可以，西医没有办法用你的状态来去评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和问题的根源啊。可相反，中医你已经有了症状就界定，或者是就可以说你在这种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治胃病、预防疾病就是要解决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是由于什么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体液循环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的心脏，我们说我们的心脏离不开水，我们的心肺 80% 的含水量，我们的肺主皮毛，我们的循环代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那么排不出去的情况下，它就会在体内形成大量的酸、大量的一些自由基来去破坏我们的细胞、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破坏我们的循环排毒系统。大肠与肺相表里，肺与皮肤相表里，所以我们的皮肤就开始进行排毒。像一些牛皮癣啊，一些这种牛皮癣呐、白癜风啊，包括像一些这种湿疹呐、包括像很严重的一些皮肤类的一些疾病，这都是你体内的垃圾堆积太多，你的体液循环不够好，不能够将这种毒素排出到体外，透过大小二便这样的排毒通道排出去，那它就透过我们的第三大通道，透过我们的皮肤向外排。所以你就看到了癣、斑、疮，然后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哇，让你非常的疼痛难忍，会痒、会痛、会灼热，然后呢，非常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说，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水。这就是解决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如果人体70%的水健康、循环健康，我们的健康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说在美国有一个医学博士巴特曼，他告诉我们他也曾经是发现了这种盘尼西林的这种药物的发现者，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发现其实水是最好的药，他曾经用水治疗了几千例患者，很多的一些胃病，包括一些炎症包括一些皮肤类的疾病包括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亚健康，甚至一些癌症，他们不是因为得病了，而是仅仅是因为细胞身体缺水了。透过水，只是用水，科学的饮用健康的好水、活性的小分子水，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疾病得到了完全的改善。所以这本书也是利于真的是值得，它也是一个震惊医学界的这样的一个发现
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样的书。所以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生命之源要靠好水，所以我们送好水，送的就是利于生命健康的好水，所以送水来去行善的意义才非同凡响。好，在这里呢，我们要隆重跟大家介绍，我们送的水可真正不是普通的水，我们的送的水是我们集团自主研发的，我们叫做太赫兹健康水机，这是一款制水的仪器。我们透过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太赫兹的这种发生器，这种发生器在我们的这种水仪的头部，水仪的头部，那么它将会释放0.96太赫兹，0.96太赫兹，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频率。这是一种频率，透过太赫兹的这种频率来改变了水分子的氢键结构，来去获得稳定的小分子团的一款水仪。我们说水的单位，水的结构是什么？水是有一个氢原子，两个氧原子，叫做 HRO， 这是水的单位。那么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的夹角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的度数我们夹角的度数是104.5度，这是一个稳定的水分子的一个结构啊，这是单个水分子的结构。可是呢，像我们喝的日常的水啊，比如像自来水，它是属于大分子团的水，这种水呢，它需要有很多的水分子团，比如说15到20个水分子团。我们想象一下，就相当于我们有20个人这样环抱在一起。我们说一个人，王超老师一个人120斤啊，我们看到这是我一个单独的水分子。如果我要是20个人环抱，20个王超老师环抱在一起，我们想一想，聚集成的这个水分子团是不是很大呀？一定是大分子团的水。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普遍都是属于大分子团的水，包括像一些优质的矿泉水包括像很多的水。它都是不是透过单个的水分子团，至少是在8到20个分子团组成，8到20个分子团组成。所以这样的水呢，普遍称为这种大分子团水。所以呢，这样的大分子团水是不利于人体吸收的。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喝水，但是我们去测我们身体的含水量，我们明显其实每个人都是缺水或多或少都是缺水的，甚至有一些体力劳动者缺水的缺水会更多。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去验血或者验一些很难测出我们的身体的缺水，为什么呀？因为人体这个很精密的仪器非常神奇，如果你身体缺水了，比如说我们大脑来去支配我们整个的神经，支配我们整个身体的，如果说我们身体内我们虽然缺水，可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很聪明，它先要把水支配到我们最需要水的器官，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脑部一定不会缺水我们大脑的含水量很多，所以呢，水的话直接供应到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不缺水。如果说我们的心脏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们的大脑就会支配我们身体的水，调动我们的水分，然后集中先来供应我们的心脏。好，如果说我发现心肌缺血或者心脏不舒服或者严重的哮喘那我一旦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身体内的水分不够去调配了。我们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呢，它发生了一些炎症，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水分集中的供应来去解决它的问题。那我们其他另外一个地方的器官出现了问题，也急需缺水。可是这个时候，由于你身体缺水的部位太多了，我们的大脑支配不过来，所以首先供应最先需求的，先去救火，然后呢，把它的水分满足了之后，再去供应其他。可是你发现供应不到的那个器官和系统会出现问题，出问题了，我们的膝关节出问题了，我们的肾出问题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水分调动不过来。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喝的水啊，都是大分子团的水。我们每天都在饮水，包括王老师，你看我在讲课，我也在饮水。当然，我喝的是我们太赫兹健康好水。那么这样的水，王超老师仅喝一口，全部都被我的细胞体的吸收。可是，如果我要喝的是自来水，那么我同样是解渴了，就是我的嘴被滋润了，但是我的细胞依然还在缺水，我没有直接把这
一口水 一杯水全部的吸收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在喝水，喝着大量的水，但是我们依然缺水。所以人体随着衰老，我们渴的感觉越来越弱，我们身体的流失水分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到了老年人基本是缺水百分之十几以上，其实真的缺水到30%-40%，人体就会出现严重的疾病。所以你发现缺水了之后，从我们精神面貌明显感觉细纹呢会越来越多，皱纹呢会越来越多，到了老年人明显看你摸他的手部啊，我们的皮肉是分离的，明显感觉到皮肤严重的缺水。你再去看一看婴儿的肌肤，哇，明显感觉到吹弹可破，说明什么？他的皮肤的含水量很高。这个就是来去对比一下我们的皮肤的缺水能够去明显的感受到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种判断我们身体的缺水。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种缺水的状态。是这样的。我们的水基本上喝的水都大分环。我们的钛和质健康区别就是我们是极小分子团的水。我们的分子团小到什么？我们的分子团小到是单个水分子的排列的状态。单个水分子排列的状态很恐怖，这是来源于我们的高科技的仪器。我们的仪器钛赫兹健康水泥，透过释放 0.96 钛赫兹波，它能够让我们的水分子团的推荐角度多打开10度，我们是 104.5 度，多打开10度变成 114.5 度，哇，这10度的打开就改变了水分子团的结构。如果水分子团是一个三角形的，多打开10度的情况下，它的水的张力它的水的分子团从大分子团就会变成单个的小分子团，而且是极小分子团。这种极小分子团的水一定是干嘛？非常利于细胞吸收的。所以我们喝进去的每一滴水都能够完全不透过我们的胃消化去吸收，直接不需要透过我们的肾我们的肝肾去过滤代谢，然后的挤压之后把它转换为小分子团，根本不需要直接被人体吸收。而我们喝的大分子团水需要我们的胃，需要我们的脾脏，需要我们的肾脏去把它分解成小分子团，再利于细胞吸收，所以它减少了我们身体去处理的程序，所以我们的水是可以直接被细胞吸收的。所以科学界发现啊，小分子团水，我们是极小分子团的水啊。小分子团的水是什么？小分子团的水是，比如说，小分子团的水呢是5到6个分子团的水，然后这样的水呢活性很高，渗透力很强，溶解力很强，代谢力很强，而扩散力也很强，它是非常符合人体生理活动需求的健康好水。所以小分子团的水的话，它的水的含氧量很高，能够给人体内的组织细胞带来更多的氧。那么小分子团的水的话，一般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去判断？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判断的话呢，有一种仪器叫做核磁共振。这种核磁共振呢，它能够测定水的半幅的振荡频率，水的半幅振荡频率决定了它是不是大分子团和小分子团水。像大分子团的水的话，它的频率呢一般呢会在110赫兹到130赫兹，所以100多赫兹的这样的水的频率很高，然后呢它的分子团在15到20个分子团，被称为大分子团的水。而小分子团的水呢基本上是低于80赫兹的，这种它的水的振荡半幅频率在80赫兹以下，然后水的分子团是5到6个水分子团环抱在一起。你想想20个分子团如果是这么大的情况下，那5到6个分子团它只有这么大，那么它是很利于人体吸收的。所以呢像我们的钛赫兹健康水银，它基本上是单个水分子，哇，是更小了。为什么我们称之它为极小分子团的水？因为这种小分子团的水啊，它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细胞的水蛋白通道。因为细胞 水蛋白通道呢，它是也是由一个科学家发现，然后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发现其实细胞有一层细胞膜，这种细胞膜呢叫做水通道，
蛋白。那么水通道的直径呢 是由小于100赫兹以下的水分子团组成的小分子团水才能够自由的穿梭这个水蛋白通道，它才能真正被细胞去吸收了啊，所以细胞呢只喝小分子团的水，所以小分子团的水呢可以增进人体健康，防止疾病和延长寿命等重大作用。所以这个发现呢也是非常的震惊于世界的一种一个发现。所以我们才开始人们对于追求健康的时同时不断的追求更好更分子团更小的这种活性水，也就是其实水的成本很低很廉价，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家庭饮用水啊自来水很丰富，水资源还是很丰富。但是我们发现为什么市面上依然还有卖的很贵很贵的水，依然还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仪器来去制作小分子团的水，处理更干净更洁净的水，然后不断的去升级，这是人们对水的追求越来越高，也是随着科学的发现如何更利于人体健康长寿来去预防疾病，所以满足这些人们的需求才有了这样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那我们的产品呢也是基于市场的发展，是第四代的健康水的革命，我们是引领整个健康水行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创举，自主研发的这样的高科技的仪器。好的，那么科学我们说频率越低分子团越小，这样的水的质量越好啊，然后又越利于人体吸收。我们对市面上所有的水呢进了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标准，我们的水不是我们说有多好，我们的水有这么好的功效，能够阻止疾病的产生，延长寿命等重大作用，而是有科学这样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科学怎么样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可以翻一下 PPT。 市面上所有的水样我们做了测评，我们拿到这种磁共振去测它的半幅的频率，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组数据。首先小分子团的水基本上在90赫兹以内的分子团个数基本上在10个左右吧，这样的水都被称为小分子团水，还是不错的。那么你发现上好的水，再翻上一页就是上一页市面上所有水的基本介绍，在上一页。好，那么上好的水的情况下是80赫兹以内，然后呢是9个分子团以内。长寿村的水呢是70赫兹左右，然后在8个分子团左右。而且如果说有良好的理疗作用的水，理疗作用的水呢大概在60赫兹以内，然后7个分子团左右。像一些打谷冰川水啊，深海冰川水，有一叫做深海冰川的一些健康水矿物质水，说或者说这种喝这种长期饮用这样天然矿物质水可以长寿的人，他们能够在50赫兹左右，在5到6个分子团，这样的水已经很好。据听说法国的一瓶水300毫升卖到300多块钱左右，我们国内的话有一个也是埋在地底下1000年左右，它的磁场啊地磁的磁场很好，这样的水的话基本上有理疗作用，大概也在50到80赫兹，卖到30毫升啊，王少30毫升啊，不是300毫升啊，30毫升，1000块钱左右，上千年这样地质样的，哇很恐怖啊。这样的水为什么？它确实是磁场很好，经过矿物质递延开采出来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它也只是50赫兹左右，大概5到6个分子团，也是小分子团水，但是它可以售价到1000多块钱。那么王超老师亲眼见过这样的水，但是没有饮用过啊，真的是很昂贵啊。好的，像一些普通的矿泉水基本在80赫兹左右，像我们国内卖的比如像西藏冰川水呢大概也在80赫兹左右，也畅销很好，一瓶300毫升也卖10几块钱左右。雨水蒸馏水就不用说了，它大概自来水都在110到130赫兹，十几个分子团左右。那我们的水钛赫兹健康水，大家看一组数据啊，我们打开现在屏幕上面应该是这个中科理化环境分析研究中心给我们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的话是我们看到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啊，我们的水太赫兹健康水仪在工作时释放的是 0.9 硫太赫兹，由于 0.9 硫太赫兹的作用，它影响了水的氢键结构，让我们获得稳定小分子水，它把我们的水在处理之后，就是普通的大分子团水100多赫兹以上的普通的自来水接出来之后，经过三分钟不添加不接触的情况下，改变了水分子的氢键结构，获得了稳定直链排列的单个水分子，我们的水分子测出来是 7.6 赫兹，太恐怖了，我们看 7.6 赫兹哦，哇，我们看往下翻一页，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王超老师讲的所有的水的基本介绍，7.6 赫兹单个直链排列的水分子，这是中科理化环境分析研究中心给我们的检测数据报告，恐怖不恐怖，我们的数据太棒了，真的在这里可以收到大家的掌声啊！太赫兹水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透过三分钟之后我们获得 7.6 赫兹稳定的，我们跟所有的水样进行了比较之后，我们的水绝对是干嘛，最低的分子啊，最小的分子，最利于人体吸收，我们可以称之为极小分子团的水，所以这样的水我们的获得的成本获得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样的好水为什么说我们喝得起自来水就喝得起太赫兹健康好水，我们喝得起太赫兹健康好水我们就送得起太赫兹健康好水，因为它的成本就相当于自来水的成本，为什么，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仪器三分钟之后，我们将我们现在饮用的普通的水，哪怕是你买的矿泉水啊，高端一点的矿物质好的矿泉水没有关系，你放入到我们的仪器三分钟之后就变成了小分子团，极小分子团 7.6 赫兹的小分子团的水，利于细胞可以100%直接吸收的健康好水，这样的水才能真正的产生生理作用，才能利于疾病的产生，延长寿命啊，增进人体健康的作用，所以说水才是最好的药，我们太赫兹健康好水才真正是最好的药，所以一定听到这里，我们值得去好好的去饮用太赫兹健康好水，如果你能够接受到水不是的家人给您去送好水，真的怀揣一颗感恩的心， 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好水，好好的饮用，把它当作把它当作我们把它当作最好的礼物，去认真的饮用它，去体验自己的收获改变和用水的一些体验，来去记录，记录的这个过程增加了你对水的信心，未来一定成为我们水不是的家人，做生命最好的见证，影响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水，我们往下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太赫兹健康好水这个实验啊，我们如何来去透过肉眼来去证明我们的水为什么叫极小分子团，我们透过这个实验就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的金姐可以播一下这个小视频啊，这个小视频呢就说明我们的水的分子团极小啊，我们可以放一下 OK 吗，可以放一下大家看一下，点开就可以，有没有声音你可以直接放，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放啊。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我们把普通的自来水经过三分钟处理之后，然后两个小我们透明的玻璃盆，然后呢我们将市场上买来的一把蔬菜浸泡在里面，浸泡里一个是太赫兹健康好水，一个是普通的水，我们在镜头放大100倍之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为什么，因为放大100倍之后，我们的太赫兹健康好水浸泡的蔬菜，它在迅速的吸收我们的水，它在迅速的吸收我们的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蔬菜在迅速的这个在张开叶子，在张开，在吸收水，在慢慢的动，那么普通的自来水它的大分子团就没有改变，所以它依然静静的待在那里，等到十几分钟以后拿出来两颗蔬菜一对比，哇，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啊！我们的太赫兹健康好水，我们太赫兹健康好水浸泡的蔬菜呢，非常的新鲜。然后呢，之前它已经叶子不新鲜了，我们想这个叶子已经搭下来了，已经变软了。
透过浸泡之后竖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个泡自来水的就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钛合剂健康好水，它是非常容易渗透到细胞易吸收啊，能够把营养提供给细胞，并且把细胞里的代谢的产物排出体外，促进我们细胞的一些微循环，能够提高细胞的排毒与修复的能力。金姐说已经放了视频，但是好像是大家好像没有看到。好 OK 啊，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给大家看。透过这个实验的话，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钛合剂健康好水的为什么它是极小分子团的水，利于细胞的吸收。未来这个视频大家还可以给到大家看哈。好，我们看下一页，金姐可以直接翻到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就是我们的用户使用完了我们钛合剂健康水的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大家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两组在使用之前使用之后啊，我们的它是2020年的11月29号使用。在2021年的1月10号，在一个多月，我们看到它的皮肤的含水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我可以这个样子，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在使用一个月之后，你发现皮肤通透了，白皙了，干净了，然后呢，没有使用之前的斑点，包括眼袋也很重。眼袋的话是肝肾代谢的问题啊，然后皮肤的话，这个皮肤颜色不均匀，然后呢，你看高原红，然后皮肤明显感觉到这个有很多的斑，皮肤状态不均匀，然后明显感觉到这个黄，皮肤发黄发暗。好，在使用一个月之后，我们发现皮肤非常的透亮通透，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法令纹有变浅，皮肤有上扬，有提升的感觉。皮肤也感觉通透饱满了很多啊，通透饱满了很多啊，对比还是非常明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水非常容易吸收，你喷在脸上瞬间很快就被吸收。包括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用户啊，一个阿姨啊，这是我们典型的我们所讲的，哎呀，年龄大了，上了年纪了，黄脸婆，皮肤的话松弛衰老，对抗不了地球引力啊。开始向下，皮肤的含水量明显，你看褶皱很多，含水量很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缺水。在使用之后，阿姨的状态也还是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紧致了很多啊，整个人脸变小了，紧致了，明显感觉到有所提升。我们看眼部啊，我们看这个地方皮肤的话明显感觉透亮了很多，通透了很多啊，白皙了很多，干净了很多。是的，其实它是外用的一个表现啊，外用喷在脸上的一个表现就非常的明显啊。好，所以我们的水你看我们的用户哇，在使用了钛合剂健康水之后，头发发生了改变，白发变黑发，好神奇啊。为什么？实际上肾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肾就相当于下水道，它是对我们全身体内所有的水进行过滤和排毒的。我们喝进去的水要透过肾过滤之后，将有毒的排出去，然后呢，将好的水参加到我们的体液循环。所以我们的肾脏一堵了，很多的毒素堆积在肾脏，所以造成了肾脏的负担之后，然后呢，肾出现了问题啊，肾主骨生髓造血，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我们的血是发之余啊，发是血之余，头发好不好跟你的血液跟你的肾脏有直接性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看这个人头发好不好啊，头发茂盛不茂盛跟他肾有一定的关系，传统总是这么讲啊。我们发现当肾脏功能好了，我们的水它的白发转黑发。所以说喝我们这样的好水，有一些肾脏功能不是特别好的，看了这个见证一定要好好放心喝。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阿姨啊，开始饮用钛合剂健康水之后，75天头发开始发生了转变。这个也是一样的，喝喷钛合剂健康水107天，长发长出这种乌黑的头发了，很神奇。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我们像另外一个我们的会员也是，哇，头发稀疏的然后明显头发已经茂密了起来。
这样的案例真是数不胜数，所以我们的太和自然好水真的值得大家放心的饮用，好好的饮用。当然有一些产品的爱用者，他用我们的太和自健康水仪来去清洗头发，哇，头发顺滑，然后防止脱发掉发，效果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太和自健康水啊？第一个，它的分子团很小；第二个，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它的粘度低。粘度低，大家其实对粘度有没有概念？比如说，我们喝的水其实粘度本身就已经很低，很稀薄，我们喝进去的水是非常轻薄的，很轻薄，口感很轻薄。好像比如说我们喝奶茶，有些人很多喜欢喝奶茶，喝咖啡，喝酒啊，爱喝蜂蜜水啊，这些甜，我们一些奶茶水的这粘稠度就会比较高。包括像我们喝酸奶，喝酸奶就明显，因为它粘度很具有粘度，包括有一些增加了一些粘稠剂啊，我们发现它其实流动起来的时候是缓慢的。我们再去喝酸奶的过程当中，明显感觉是挂壁的。如果你倒到杯里喝完了之后，明显挂壁的，喝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啊。包括你喝酒啊，尤其是这种陈酿的酒，明显感觉到有挂杯的感觉，像红酒啊，都是有粘度的。所以这种，我们想象，我有身体内是吸收了大量的糖分。那我们的血液，人体90%，血液90%都是水啊，那你的血液也一定会变粘稠，所以很多的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血糖啊，一些这种血液性的疾病，其实跟我们的血液粘度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的疾病，如果我们的血液质量好了，换水如换血，一定会干嘛？我们的体液循环好了，很多的问题真的就是不药而愈了啊。所以很多糖尿病的人群就告诉你要控制一些糖分的摄入量，控制一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啊，这种来去减少一些摄入，来去改变你身体的一些微循环啊、内循环。所以说很多糖尿病到了后期的话，并发症很多，因为它的血液流动比较慢啊，包括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心梗、脑梗。那么你的血液的垃圾就会，因为当你的血液流动比较缓慢的时候，血液就会容易在我们的血管壁去沉淀。那么日积月累，我们的血管壁随着年轻的时候慢慢沉淀，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血流就会缓慢，血管壁增厚，血液垃圾比较多，那么流动缓慢，人的微循环就会慢，微循环慢，循环最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末梢循环。很多人到了糖尿病的后期，我们就会截肢然后呢，手部微循环、腿部微循环就会慢，慢慢慢慢去截肢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因为我们的血液垃圾比较多，血流量比较慢，血的压力，我们的血管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造成这种高血压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跟血液粘度有关，所以我们要去如何改善我们的血液粘度，哇，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发现其实有一组数据曾经告诉我们，其实人的衰老就是我们血管再去衰老的一个过程。人要健康长寿，一定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健康，血液保持健康，血管壁要干净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大血管堵了之后，我们水泄不通了，那么这种问题就产生了，疾病就产生了。我们要通通血管，经常通通血管，喝我们太和滋水，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再去干嘛，做清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太和健康水仪将普通的水三分钟处理完了之后，水的粘度比普通的水降低了680倍，太恐怖了！这组数据啊，680倍。首先，一旦降低680倍，我们的口感明显感觉到顺滑，进入细胞和进入细胞呢，它会使血管和细胞的吸收速度大大增加了3倍，同时快速的稀释血脂，促进微循环，明显的改善血液循环系统。好，改善微循环，促进细胞的健康。增加机体的代谢能力，它会恢复我们脏腑的功能，它的亲油性会很强，容易分解甘油酸酯等中性脂肪，它会间接的会干嘛？降低我们的血脂，预防了动脉硬化。它会增加我们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因为没有毒素，没有阻碍，那我们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就会非常的畅通。那么它会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其实我们很多，比如说免疫系统失衡，
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你自己的细好的细，包括像癌症，你自己的好细胞，你自己的细胞来去攻击自己的细胞，坏细胞你不去攻击了，就产生了癌症啊、嗯。然后呢，我们的自由基，我们的坏细胞占上风，我们的好细胞占下风，你的整个的免疫系统崩溃，你就癌变了。嗯，其实每个人身体内都存在癌细胞，就是因为细胞与细胞之间信息交流遇到了障碍。那我们的水进入身体之内，促进我们的细胞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交流，神经系统的平衡，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平衡，这三大系统的平衡，它会决定了我们身体的80%的健康。免疫系统，我们现在在全球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我们在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我们的免疫力。很多其实得了新冠，并不是没有治疗的方法，而是说率先死去，率先老去，治疗之后率先离开的这些人，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普遍都是老年人，普遍都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些人，他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不足够强，在药物还没有起到完全的作用情况下，他自身的免疫力抵抗不了，继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最后离开。所以他并不是死于这种新冠，而是死于自己的慢性病和代谢性疾病。所以新冠其实普遍老年人死亡的还比较多。所以听到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好好的在，尤其在疫情当下啊，全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最好的方式，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新冠抗疫的专家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喝好水，大量的喝水。好，金姐有一些卡啊，有一些卡。好了，我们水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粘度降低了680倍，还有三大作用。比如说它抗菌的能力，像有一些人蚊虫叮咬啊，经常有一些这种皮肤类的一些癣呐、啊，包括呢会容易春秋过敏呐、啊，经常喷喷我们的水，因为我们的水抗菌的能力很强，我们在减少这种红色毛杆菌和大肠杆菌的能力会减少了90%以上。很多人事实上有，比如说喝生水或者是去外面吃饭，会特别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腹泻，事实上有可能就被大肠杆菌啊影响了，被大肠杆菌无形当中就被这些菌群破坏了你自身的消化系统啊、影响了，你可能会腹泻，轻者腹泻，重者呕吐，甚至造成肠胃炎啊、所以其实有了我们太喝滋水，我们经常去到一些外面去吃饭的过程当中，甚至用一些餐具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太和滋水消消毒，消杀一下器具啊，包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多喝一些我们太和健康水，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对抗一些外来一些病菌和细毒啊，细菌和病毒，包括我们的水抗氧化能力很强，它抗自由基的能力很强，抗氧化的能力相当于提升了4倍。我们爱美的女性都知道，我们一生都在做抗衰，都是在对抗自由基啊、所以用我们的好水经常喷喷脸啊，哇，我们的容颜焕发，皮肤通透，保水量很好，很好的对抗自由基。尤其现在电磁辐射很严重，比如像王超老师对着电视，对着电脑，然后呢不断的有很多电磁辐射的干扰，很多电器，所以呢一定要好用我们的太和健康好水喷一喷啊、用我们太和健康好水的话在外面日常过程当中真的离不开我们太和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好的，同时呢我们的水还有抗辐射的能力，抗辐射的能力足足提升了2倍哦。所以真的我们要不间断我们的水的爱用者啊，经常在每隔3-5分钟就要喷一次，不光是为了美，也是阻隔我们的皮肤的话受一些电磁污染啊，受一些这种自由基的氧化，所以时刻就像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最新鲜的状态下。我们想象一下苹果切开之后，我们搁上半天一个小时之后，不断的被氧化，搁上一周一月之后，这个苹果就会烂掉。那我们经常给它喷喷水，我们经常用把它泡在太和健康好水，我相信3-5天都会保持很新鲜的状态。那我相信它被太和健康好水滋养过的这种苹果面啊，它能够去避免跟空气的这种自由基的氧化，能够相较没有被太和健康水喷过或者浸泡过的，它的氧化的持久力会更强，保持新鲜度会更强。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做实验来去体验。
所以包括中科理化环境分析研究中心给了我们很多权威的报告，可以给大家过一遍啊。我们的粘度降低了680倍，那么降低680倍的话，我们明显的话，它进入到我们的组织血管，组织血管皮间隙和细胞膜间隙，它可以进入，它可以很容易的进入，来深度的来去清洁沉积物，它促进甘油三酯的溶解，打通我们的血脉，可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继而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预防了心脑血管疾病。我们比如说日常饮用的一些食物当中，包括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油，我们的清洁洗碗的过程当中需要用一些洗洁剂。那么实际上在外面，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啊，经常的喷一喷我们的泰和健康好水，用我们的用我们的干纸巾轻轻的一擦，被擦拭过之后的地方，你用手去摸一摸啊，油渍感真的不会那么的明显，明显感觉到经过擦洗两三遍之后，盘子会干净如初，根本就不需要清洗。我们的很多会员都知道啊，大家可以拿到泰和滋健康好水，完全可以去试验一下。好呢，为什么粘度降低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个一组数据，看我们的会员啊，我们的会员糖尿病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啊，很严重啊，空腹血糖的话是25.8，25.8很可怕哦，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估计达到30左右了。那么这种伴随着很严重的并发症，将来以后失明啊，然后腿脚会面临到截肢的一些风险。所以经过使用太和滋水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空腹血糖降到了4.2，哇好棒啊，空腹血糖降到了42，才仅仅28天。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水的粘度降低了680倍，这个数据很重要。所以太和滋健康好水真的是人人需要的，健康长寿的，预防疾病的好水。好，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看腿部微循环慢了之后都变黑了，看到了吗？变黑了，然后呢，其实都已经这就是面临着截肢了，你看我们的透过使用太和滋健康好水啊，腿部先是消肿了，开始变干了，血糖下降至5.8啊，血糖也开始下降了。我们看这个已经炎症化脓，看到了吗？这就是。对，都已经变浓了，化脓了，哇，这个也是我们的梁总，大爱的梁总亲自来去帮他做这种清理啊。透过3周之后啊，你看腿是不是炎症消除了呀？然后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伤口不愈合，所以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说明他的血液在发生的改变，影响到他的身体，哇，所以说，也是因为太多的我们的见证。我们太多的爱用者产生了这样的大量的见证，所以才会有了全球的水不湿的家人，他们在坚持用这样的好水去帮助更多人收获健康。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皮肤病的患者啊，皮肤病的患者，你看牛皮癣，我刚说了牛皮癣其实跟缺水有没有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啊？由于这个牛皮癣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牛皮癣啊，10年的牛皮癣透过13天发生了奇迹。牛皮癣其实就是干嘛，我说免疫系统跟免疫系统有关系，因为它体内的毒素透过皮肤排出来，我们将它体内的循环打通，毒素排出去，皮肤28天就是干嘛，细胞再生28天细胞就会再生一次，所以说透过10几天它的细胞开始发生了再生改变，透过不均匀的这种皮肤的炎症开始皮肤变得均匀，再经过我相信他现在的皮肤状态一定比之前还要更好。是的，还有接下来就是中科理化环境，我们看到太和滋水爱用者梁总还可以再往下翻我们看这个是截肢的患者，哇，太和滋水使用3天之后也是大拇指炎症一直溃烂一直溃烂，3天之后我们发现伤口在愈合，包括我们看这个手我们这个手其实也是一种皮肤癣，一种代谢皮肤代谢，你看一层一层在蜕皮，一层层在蜕皮，透过使用水有很好的恢复到了下面你看完全恢复好了
他在用手，我们看到，所以他这样的话，其实把手浸泡在太和子水里面就可以，透过水充分的吸收我们的，包括这个也是，太和子健康水，然后去使我们的细胞再生修复了之后，水会我们的手脚恢复了健康的状态。我们看这个斑，脸上长满斑的朋友，实际上这是什么呀？这是肝肾的毒素。尤其如果未来以后跟大家讲讲手诊和面诊啊，这是我们肝区所有的斑点，是我们肝区，就是肝肾代谢不好，所以他用水直接喷脸。那么喷脸这个地方肝肾区啊，其实也是直接可以透过吸收，再透过喝，这种问题一定是连喝带喷啊。你发现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你看肝斑是不是下去了？这就是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血液当中沉淀在你的。透过肝区显现出来，这是血液垃圾，全部都代谢掉了，恢复如初。所以斑一旦没有了，人就年轻十岁呀、所以其实它不光是我们的美容佳品，也是我们健康很好的一个吧。包括老年斑，看到了吗？这个老年斑，实际上老年斑就是代谢毒素，透过使用，其实太和子水啊，其实间接也帮我们很好的美容，让我们收获了健康啊。那么太和子健康好水的荣誉，为什么全球来讲其实在水的健康领域我们一直是引领行业的发展，这是在2020年太和子健康水仪荣获了国家很多的相关的证书，保健品服用品用具信息验证证书，获得了产品质量过硬信誉保障品牌 3A 企业，包括我们的水溯源管理，我们的水全球有一张溯源管理证书，就是说在中国的产品溯源我们纳入到国家产品库，所以在全球我们的太和健康水仪是有身份证的，这张身份证是我们全球独家有，所以只有我们的水仪才具备有这些神奇的，我们具备有两大特点三大作用，这些继而有很多十大功效啊，所以说我们只是让大家看到了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的产品真的信得过，值得信赖的。好的，听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感受到为什么太和子健康水泥如此的备受千万家庭的喜爱？为什么我们倡导要送好水行善举，帮助别人收获健康的同时自己能够累积福德，能够收获更多的财富和回馈，源自于有好水才能有效果，有效果才能产生效益，我们的好水能够解决人体 70% 的健康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70% 的健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使命和责任，还有价值，还有成就，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使用和推荐。我们的水是真正的免费，我们的水真正的可以去免费，我们透过自来水过滤完了之后，接入太和子水仪制水3分钟之后就可以变成我们太和子健康水，所以我们获得这样水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倡导屹立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模式是屹立并举，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让行善和赚钱并不冲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不识好水帮助更多人健康，他们才能够真正透过免费的体验来去建立信任，建立信任的同时才会跟我们产生交易，那么有交易一定有利润，有利润公司拿出所有的除开发成本的利润之外全部都回馈给我们每一个水不湿的家人，让他们能够收获更多的财富，因为付出就会有回报，人们相信做好事有回报，像当我们的企业履行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发展，去助推我们的事业发展，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传播水文化，去推动水文化，让更多的人免费喝上好水，让更多的这些免费受益者成为我们的粉丝，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的会员体量越来越庞大，才利于企业的发展，
才利于集团更好的在产品的市场去深耕，开发出更多利于人体健康、利于人类健康的好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良性循环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让行善和赚钱并不冲突。生命是宝贵的，健康是宝贵的，努力行善，努力赚钱，积德行善，德先财才能后。所以说我们在全球有非常多的我们的水不士的家人，而且有很多的爱心大使，我们的标杆在我们的全球，比如说在我们的海外的我们的林大哥，我们的林大哥的话，他是来自吉隆坡，他感召了1500多人加入了水不士的大家庭，遍布在东南亚，他也是我们的爱心大使。过去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投资了很多项目，他自己也开过很多公司，所以说在过去投资型的事业的过程当中他赚到过钱，但是也是由于投资失败，或许是德不配位，我们的财富累积与他的付出可能在某个阶段上他没有能够稳固财富等等，所以他过去其实在加入水不之前是负债，是借款来请回这样的一台钛合健康水仪。起初也是想到了其实赚钱很重要，但是健康生命更重要，健康才是资本。首先请回仪器的时候也想的是让自身健康，但是在接触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和公司的过程当中，他相信这家公司有爱的发心和使命一定能发展壮大，用一些闲暇的时间顺便帮助别人健康的同时，所以他没有想到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如此的能够去激励到每一个人，他收获了一点点小的收获，所以在收获的过程当中更加大了他的信心去助推水不士事业的发展，感召了1500多人跟他一起行善做好事，所以他的市场的话也发展的非常的快速，那么他个人也收获了很多的财富。过去他是一个人步行，一个人不断的去制水送水，在经过1年多的努力，我们的梁大哥买了人生当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商务车，一部商务车，他开着他的商务车，透过一车一车的来去送好水，透过一车一车的能够去干嘛，携手更多的水不士的家人加入到他的事业平台，团队遍布全球啊。所以说梁大哥也是非常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爱心大使，是我们的标杆。哎，梁总，其实我们这个视频不一定放，梁总有一个视频可以，是否能够放，如果放你就直接放，如果放不了的话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是一个乳癌患者，所以其实他只是我们的一个个例，他是一个乳腺癌患者，做过非常多期的化疗，头发也掉光了，整个人生命已经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下，对于生命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透过饮用钛合资健康好水，他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头发包括头发也长出来了，他之前已经掉光了，非常光的毛囊其实都已经就是很光亮，然后重新毛囊重新激活之后长出了黑的头发，人也变胖了，也免受了这种长期化疗的痛苦，所以他非常感恩梁大哥，感恩我们的水不士家人，感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平台，这样好的仪器，他也是成为我们水不士爱用者，所以他愿意将这样的故事分享出来，让全球的家人去看到，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去让更多的人相信，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奇迹的发生，对生命也是一种震撼。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的全球爱心大使，我们的梁总，我们的梁总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梁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爱的人，过去他从来没有加入过销售行业，他也从来没有做过营销推销的事情，也是由于水的文化和这样健康好水以及公司的发展，他不光是我们的爱心大使，而且是我们公司在海外市场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也是我们海外市场的负责人之一，所以其实他真的是将他的血液，将他的全身的精力，每一个细胞满满的注入到钛合资的能量，所以他发愿发大愿，不断的将好水布施供养
帮助更多更多的家庭，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群。所以他帮助了10,000多人，真正的感召了10,000多人加入到水布施的大家庭，真正的做到助人助己。所以他从来不问，真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的梁总做到了，他的做到也真正让他与公司的文化紧密的联系，他也是公司重要的战略合伙人之一。所以他在海外市场真的在以他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再去把公司的文化完全的落地去践行，以善为先，因善而行，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心态践行舍得智慧，以水为媒，让更多的人透过舍水来去收获健康，收获财富，收获幸福，然后以爱为本，因爱而伤，正向循环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只要你有需要，我们的梁总将不遗余力的助力您收获财富，收获健康，收获人生的价值。我们的梁总再去，我们的梁总到至今为止依然还去做着一线的工作，就是来去送好水，亲自送水。我们看到下面这个阿姨，就是透过使用太和基健康好水3个星期，她的腿部的溃烂得到了很好的修复。梁总亲自用我们的太和基健康好水帮她去清理伤口，来去帮助她很好的去修复。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她的健康其实也让梁总有更多的信心，愿意帮助。只要你有健康需求，我们真的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对方。所以梁总在帮助的很多的合伙人，他们透过努力的付出，践行梁总给他们制定的方案，遵循企业的运营模式，遵循企业的良善的发心，用舍得智慧帮助到更多的人。他们在短短的在平台，在加入水布施大家庭很短的时间内，也收获了很好的财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这是某领导人2021年啊，我们看到是我们截取的是2021年1月份的收入啊，我们多则35,000美金分，多则35,000美金分，少则12万美金分。如果按我们的合伙人的激励机制来去换算的话，可能是10几万的马币，人民币是20几万。所以我也问了梁总，是在当地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月的收入买一套房子。梁总说马来西亚的房子还是很便宜，其实如果说20几万，小30万，那么在国内，在中国，其实买这个在2、3线城市是买一套房子，在3、4线城市买一套房子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一个月一套房，如果按这样的比例，一年，哇，真的是这种，哇，太好了。所以在深圳呢有这个房姐，在北京有房姐一说啊。房姐一说是什么？有很多的拆迁房，哇，一年吃租金有这些房子，可以说让几辈子的子孙后代呀、都后顾无忧了啊。所以这就是他们行善，他们去践行公司的文化，公司给他的回馈和奖励，也助推了他们坚定信念，全身心的投入，成为我们的事业伙伴，来助推事业的发展。梁总在帮助这么多人，帮助10,000人，10,000个水布施家人，在去收获健康、收获财富的同时，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评定他为爱心大使？所以他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从加入到我们平台之后，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个人心里一旦在这个平台拿到结果的，每个人心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真正的从内心去感恩这个平台，感恩企业这个伟大的创举，这么好的太和基健康好水仪，我们能够制作源源不断制作出来的好水，能够用水布施的方式先让一批人去受益，让他们真正受益了之后才愿意加入我们，成为粉丝，成为会员。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真的成本很低，推动成本、运作成本、使用成本、经营成本真的很低，真的可以说是零成本投入。因为请回一台太和基健康水，那么我们全家人受益健康，我们在去推动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是零成本的。
因为我们的水可以源源不断的制作好水，所以好水是能够让他人获得健康的根本。所以我们再去行善，我们再去让别人健康的同时，我们的成本很低，这种事情是人人可做的。所以今天在做很多的生意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资本，我们有没有投资的资本，我们有没有运营的成本。所以相比较起来，我们的太赫兹事业真的成本很低，人人都可为的事业，但是我们的回报真的可以说是无限大。我们的无限大，一台水仪请回家，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事业做到全世界各地，做到全球，像我们海外很多市场领导人真的将我们的水仪遍布全球三十几个国家，由自己一个人一台水仪到全世界上万人来去助推这个事业。所以他只需要在家里干嘛，微信，视频聊聊天，讲讲话，将我们好水的见证，将更多伙伴邀请到我们的线上，王超老师把这个事业剖析清楚，他的事业就可以做遍全世界。这样的好水好不好？这样的事业好不好？真的在这里真诚的感召，在此如果听懂的您一定要加入我们水不湿的事业。下面呢，我们的我们的金姐将我们的利他的商业模式，我们的会员机制帮您剖析清楚了之后，您更清楚哇，这个事业是怎么样让我们被动赚钱，让我们的事业可以做到无限大，让我们在没有人脉，在过去资源枯竭的状态下，在人生低谷没有任何信心的状态下，让我们重振雄风，让我们在2021年能够把握最佳的健康商机。所以太赫兹的商业模式是最大的慈善，我们引领技术，引领健康的革命，我们是2021年最爆款的健康产品，大健康市场的蓝海市场需求，我们的蓝海生意。因为大健康市场始终是刚需，尤其是在2021年，太赫兹健康产品水不湿事业一定是点亮时代科技产品的核心的产品业态。所以呢，我们是以文化为先的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全球免费的太赫兹水不湿事业可以引流更多的客户与会员，形成粉丝效应。我们有育人留人标准化的合伙人的体系，分享经济时代的财富商机。我们有全球商学院的赋能计划，从小白到大咖到万人团队的领袖领导人，我们有一整套的赋能孵化体系。接下来在海外很快我们就进行第一阶段的培训，希望想要成为精英，想要月入十几万马币的所有的精英会员们，第一时间先听懂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成为我们的会员，携手我们成为我们第一批精英的打造者。我们只有赚钱才有行善的资本，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想要获得尊重，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我们必须要累积福德，多行善事。我们提供给您行善的模式，行善的工具，你只要践行。公司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助力让我们全球标准化，让更多人在行善的同时赚钱，并不冲突，来去进行助人助己的事业。我们将这样的事业完全的已经全部规划好，2021年在海外市场将会有全新的更多来去助推我们事业发展的核武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此真诚的邀请您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水不湿的家人，让我们一起真正的行善举，行善举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去干嘛？先正心态，先正理念，先正我们的行为，正念、正行为、正精进、正文化、正标准，才能让我们身心如一。当我们身心合一的状态下，我们人的能量才会变得越高。我们的能量当足够高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吸引而来。所以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当我们自己足够好，我们想要的一切都会源源不断的被我们感召和吸引过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企业真正的是能够去启迪每一颗心灵。所以只有这样的心正的人，我们才能够将我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所以说我们的
泰赫伊集团，我们泰赫兹马，我们泰赫兹马作为我们海外市场，我们海外销售市场平台，我们去，我们辐射东南亚市场。所以您能够在我们的先唱一场会议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一个事业平台，能够紧跟趋势，把握商机，我相信2021年一定将有不凡的收益和结果。所以也再次感召您成为我们的一员。所以接下来的话，让我们仔细聆听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商业模式，如何成为我们的会员，如何在我们短短的一个小时的王超老师的讲，一个半小时王超老师的讲解范围当中，让您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事业，把握住我们的机会，成为我们的精英伙伴。未来我们将会打造您成为全球的爱心大使，会带动您在全球的我们各种慈善活动，我们的这种公益活动当中，然后邀请您全球巡讲，成为我们真正的爱心公益大使。好的，那么今天王超老师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金姐啊。好的，金姐可以去，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恩全球的家人在线去聆听。好，如果想要成为我们水不湿家人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去刷起一波掌声啊，刷起一波掌声就可以啊，或者是打出一个一字，一就是要啊，一定要成为我们水不湿家庭的一员啊，成为月入百万啊，年入千万的啊，我们的水不湿的爱心大使。好的，感谢。好，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将我们的麦克风交给我们的金姐。好。